那个我就敲掉了吧。那最后就是，如果要升怪压制这样子，我会选择那个啦。都把这个挖平，就它是一个大大的平地，就这样而已。哇哦！反那个还是会升啊啊！哇！干嘛啦？哇！我叫了，我叫了，我还是叫了，跑啊！翘翘啦，这里。买到材料，买到崩溃。买什么材料啊？买啦！打怪打到快崩溃。等一下啦，我找不到地狱疙瘩啦。我在这，这里没有吧？没有的话很惨呢、欸。前面死路吧。开到几点了？五点吧，我都是开到五点。是没疙瘩哦。哇，没疙瘩，那我酿个屁呀、啊！就不能酿药水了耶！像这个是升凋零骷髅最棒的是在这里，可是嘞，可是嘞，我想要酿造台呀、啊，不是酿造台，我想要能酿造的、啊，
哇，这边是更完美的，天哪、啊！那加上如果把旁边这边打掉的话，完美耶！这个，商人会不会卖疙瘩哈？好像不会、欸。哇，那地狱疙瘩要从哪里来？人在找了呢。对、欸，吓死我！唔烫哦，唔烫哦，唔烫哦，唔烫哦。只是靠，我是迷路，怎样？这里吗？不对，走这里。富士百镇132，天哪，逼死我！到十只吧，有啦，看一下哦、喔。先躲远一点。统计生物，19只。感谢这样 ，Reilongkoh 的50颗星星，感谢你。我看一下哦，等下这个碉堡在正68，正100啊，这个哎、欸、超远哎、欸，负400多格哎、欸。还是算了，算了，我们去找吧，找个酿造台，然后再回去继续拿方块。区区400多格，能难倒我们吗？对吧？我们回去
整装一下下。白痴哦、喔！吃了烤鱼，总回过头来就叫我大声。啊，回去之前捞个纪念品。我去捞个纪念品。说，如果有那个什么神职人员可以卖的话就好了。就刚查了一下神职人员，神职人员不会卖啊。然后旅行商人好像也不会卖。我的食指，我的指尖好痛哦！女巫也不会掉啊！啊，还是可以去找女巫的家，应该有吧？晚上了，睡觉。我擦一下疙瘩哦，有点懒得去找疙瘩，地狱疙瘩，地狱疙瘩，地狱疙瘩。地狱疙瘩，自然生存。地狱疙瘩有19%的几率在地狱要塞里。欸、对，刚刚也没有储物箱哎、欸。刚刚地狱疙瘩也没有在储物，我刚刚那个地狱没有储物箱哎、欸、哎。欸神职人员啊，那是卖，就是没有卖真，就是我要的是卖地狱疙瘩，但那个没有啊。啊，还要去吗？现在几点？1点。可是那经验瓶是好像5个绿宝石才换1个经验瓶哎、欸，这真的划算吗？我还是不懂。好啦，我们再去啦。
来修一下稿子哈。怎么修呢？用铁。用铁要怎么修稿子？我教大家哦。这个酿造类的放这里。很多人都不知道铁可以修稿，修钻石稿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教你们，很简单。我们去跟村民交易就可以了，不要扒我哎！真的啦，你看这样铁就修好稿子了。你看，多少？899。921，有没有？这边还有一些些，好了，你看，看，你们开始修了。好，等他们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哦。染料商人，有点想去上厕所。烟熏炉没经验值啊，这么坑的吗？我再想想看。今天修补啊，我刚说用铁可以修钻石稿。看一下哦，我要拿这个，拿石头，好啦，就这些。好，这个路途本遥远，但我还是要走。你怎么是卡在这里啦？你那是有僵尸是不是啦？我打一下坐标哈。真的是有点远哦。好，我们先进去看看碉堡，再决定说要去哪一间。噔，看一下碉堡坐标。100，120，干嘛？400，130。再往这边走，先走到130的位置，然后再往右往右边挖，反正都要往这边走。
富士白，开挖。经验值挖一下。哎，对，我都还没挖荧光石哎。啊，我的地洞在哪里？这里。哦，好。没有，我荧光石不是要造景，我只是要加我的附魔效果而已，延长它的不，增加它的效果。哪里？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走这，走这。可是等一下还是要走空那个呢。药水效果，我刚讲什么？我刚刚讲附魔效果吗？哎呀，怎么讲错？积了，负哦，还有负200。
到了耶！哦，这个是有点大的。没木头，糟糕！这个改天再来逛，我只是想要地狱疙瘩而已。哎、欸，不会啊，这个3%几率，0.25%几率打19个骷髅，差不多吧？好像也没有哦。我感觉这边算了，这个。真怪压制太难压了，太难压啦，没了。想吓谁？哇底天哪、给个疙瘩会怎样？哎、欸，小气鬼，碉堡也太小气了吧！啊，不会连这个碉堡也没有吧？我会气死哦！没有箱子的碉堡。也太近了吧！
哎、欸，好像真的都是小的哎、欸，就是小的啦，就是不会有疙瘩的哎、欸。这个我很难过哎、欸。哦，那边有希望，那边有希望。哦这里有希望，有箱子。马凯，准不准？每次都这样子。好啦，这里一定有，一定有，一定要有，拜托有。好了，那个今天就。开到这边啦，感谢今天的收看。靠，好满哦，就这个，那就这样。晚上见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啊！你们真的要让我走、啊？我是没有要关台啦啊！如果你们要让我走，我也是可以的啦。看一下箱子哈，唉，那个不重要，这个不重要。还有什么骨头？骨头算了，啊，下次再拿好了。做个记号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这个碉堡之后再来逛。想说会很久，不是会很远。哎呦，以为会很远啊，殊不知。静静的，我们再打到一个骷髅头再回去好了。我骗你，没有啊。你不觉得我刚刚心很累吗？我刚刚很心累呢。这里，没掠夺，打屁呀、啊！